我在北京家呢，我回北京了。家人们，我现在没说没有，不敢给你们回答什么。大 S 与前夫汪小菲的离婚事件竟然还在连载中，当中也扯出许多关系人，例如前婆婆张兰，还有在台湾照顾大汪两人小孩的中国籍保姆小杨阿姨，先是在抖音分享跳舞，后来也在直播带货。不过随着上周五汪小菲跑到大 S 住处又跑去报警大闹后，保姆小杨阿姨已跟汪小菲回北京，保姆一直似乎掰了，但对汪小菲张兰仍感感激不尽。是我回来了，回北京来了，因为我的家人都在这边，我就先回来缓一缓，缓缓心情，过两天再说。有王总的支持啊，有王总的关心，有王总的爱，有王总的鼓励，我一定会坚持下去。张总真的，你我都喊他张总，你们喊兰姐，我喊张总。张总真的不容易，六七十了，天天都觉得，对啊，觉得挺不容易的。哎呀，我也不敢说什么。有张总的支持啊，张总的关心啊，我才一直他坚持了去了七八年，真的有他们的善良打动了我，要不然我怎么会坚持那么长时间。